我张开双眼就看见微笑，伸出手就被拥抱，世界很喧闹却不会打扰，苦辣酸甜都重要，我知道每个人都会变老，不变的未必就好，忧郁的青春怎会被看好，哪怕跌倒也要奔跑，我们一起年少跟着音乐舞蹈，全情歌如闪烁那青春美好，想象着阳光，不惧雷雨风暴，我们一起年少闪耀，我们齐心立足方向，让我们一起冲向最想到达的远方，不惧雷雨风暴，我们一起年少闪耀，我们齐心立足方向，让我们一起冲向最想到达的远方。哎，我拜托你们几个摆个好看点的姿势，好不好？你先过来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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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姿势，就等你了，快点，快点，这这这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过来，三，二，耶！人生是一个不断拼搏、不断超越自我的艰难历程。成长的路虽然坎坷，但幸运的是，我能够遇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一起奔跑在理想的路上，有说不完的话，有分享不完的故事，一起在青春的时光里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。但遗憾的是，在这段美好的时光里，你却从我的世界突然消失不见。曾经和你相处的点点滴滴，恍如昨日那么清晰。每当走在与你有关的场景里，都无法平静，时刻提醒着我，你已经离开。但我依然相信我们的感情，你一定是有苦衷才不得不离开。我会在原地等你回来。暑假去了趟欧洲，不知道要贴多少张面膜才能白得回来。哦，对了，程明，你一会儿干嘛去啊？我和魏峰约好了要去帮他看店。就你们两个，艾米呢？艾米今天不是没来上课吗？我也没联系到他。所以一会儿去魏峰那儿也是去商量这件事儿。我走了，嗯，拜拜。雅丽，待会儿你干嘛去？练舞去啊。又练舞？上次我看见你在浏览国外舞蹈学校的网页。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？我想出国学习一下喽。不是吧你？咋啦？我觉得留学挺好的呀。雅丽，我陪你。你傻不傻？张艺勇他去国外了，你就更没戏。我去练舞了。那个雅丽，我跟你一起走吧。嗯，我们俩先走，拜拜。你真要陪我去练舞啊？我作为一名专业的芭蕾舞观众，我给你提点专业的意见。张勇师哥，李教授叫你过去一趟。啊，这行，我知道了，谢了。雅丽，这个突发情况，我找完李教授就给你发短信啊。嗯，那我就先去了，你自己注意安全，别受伤了。嗯。嗯，叮咚咚，待会儿你干嘛去？拍照去。好吧，就你了，待会儿陪本小姐逛街。我不爱逛街。是我逛，又不是你逛。你的任务呢，就是给本小姐拎包。
教授，这一次我想真正的掌握自己的命运，这也是我唯一的机会。这件事情我不想你告诉任何人，包括我经纪人在内，所以麻烦教授你了。你需要去多久？顺利的话一年，不顺利的话……好，我明白了，等你回来。进来。教授，教授，您找我？幼稚琪的事。幼稚琪？对，他已经休学一年了，按学校规定，休学一年期满要重新办理手续，要不然就按退学处理。你现在去他经纪公司，找他经纪人，把这些文件签上字，越快越好。哦，行，教授，我现在就去。怎么样，好看吧？好看。嘿，不是说逛街吗？为什么穿这么……哇哦！笨死了，女生说逛街就逛街呀、啊？逛街是为了什么？当然是为了拍照了。今天本仙女心情大好，给我拍一千张。就是逛街拍照可以，但是一千张有一点太……你愿不愿意吗？愿不愿意？拍照是可以，但是一千张实在是太多。一千这个数字。陈明，嗯，来喝水。好。对了，学长，嗯，你最近跟艾米有联系吗？她从开学报到就没来，我都已经好几天没看见她了。我最近没跟她联系啊，她怎么没去学校呢？哦。对了，我最近有关注他微博上的动态，他经常发的照片定位都是同一个，是吗？嗯，我给你看啊。这个地方好像是个地下舞场吧？地下舞场？嗯。衣服拉上。我在美国的时候就经常参加这种舞蹈 battle 大赛，我以为国内没有，结果没想到国内有那么多 battle 大神。哎，你们两个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？多亏了魏峰啊，他有微博账号，所以呢，他看到你的地址，我们就跟着过来，是吧，魏峰？没想到你还挺关注我的。嗯。我还关注到你已经两天都没有去上学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我跟李教授请过假了，晚两天再去报道。没有跟你们联系是因为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这个饮料的颜色简直不是我喜欢的，我去换一杯，你们俩。你刚刚说
想一个人静一静，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没什么，就是有点累，想放松一下。那过两天找个时间，我们叫上大家一起玩玩吧。魏峰，我们两个不一样，你的生活一帆风顺，但我的生活却一塌糊涂。对我妈来说，自由和爱情比我重要。我爸到现在他是生是死我都不知道。艾米，对不起啊，可能是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。但是我想告诉你，其实在很多人的心里你都很重要，而且你不应该把自己局限在找爸爸这件事上，你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啊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一直有一件事情很纠结。什么事啊？就是我喜欢的男孩到现在都没有给我任何回应呢。你说我在很多人心里都特别重要，那你觉得在他心里我重要吗？你什么时候回学校？一会儿还有一场 battle， 今晚就回学校。先走了。哟，来了，专车司机。大明星，赶紧把嘴给我闭上吧，走了。尤志奇，这次从日本回来感觉怎么样？感觉还是国内好，但我感觉自己变化还是挺大的。下次啊，你别把自己裹得像粽子一样了，一路过来又没人拍你，你已经是过气的爱豆了。那是我伪装的好，谢谢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去我那里喝一杯吧，走吧。20岁的人，眼睛里露出40岁的眼神，故事有点多呀。高处不胜寒。我也是第一次做人，承受太多也很累的。哇，你居然藏酒啊！小声一点，这酒我藏了很久。对了，我从日本提前半个月回来，莫妮卡说你的病情有所好转，她建议我对你的药物量有所减少，基本上有机会可以完全康复。我知道了，这一年没白去。来。那肯定没有白去啊，否则怎么会减少你药物的用量呢？这个心理疾病的治疗啊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你不要着急，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其实并没有影响你的正常生活。以前的我很自信，以为自己可以走出来，可是现实并不是这样，它始终跟随着我，尤其是在去校园以后。是因为出现了想要守护的人，那个女孩叫程明吧？是，她叫程明。她的名字和她人一样。走了。哎，去哪儿啊？才刚开始喝。当然是去找想要守护的人。哎，送外卖的不让进啊。谁是送外卖的呀？你有审美吗？我是幼稚琪的同学，来找他经纪人悠悠签个东西。那你有预约吗？没有。没有预约不能进。对，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，而且我真的是幼稚琪的同班同学。那你俩是不是还是室友啊？哎，我去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每天来冒充明星的同学、室友、女朋友、老婆、亲妈，我都见得多了。
你这套路也太老了，能不能找点新鲜的？我跟你说呀，那些是他的粉丝，你看我像吗？哎，你放心，我办完事情立马就走，绝不逗留。学校还有重要的人在等我回去呢。啊！哎，出去，出去啊！嘿，我怎么就还跟你们说不明白了呢？哎，幼稚杰！哎呦我去！哎，站住！我幼稚杰终于回来了。刘志奇，我喜欢你，我答应你，跟你在一起。刘志奇，你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你告诉我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在你身边的。你别瞒着我，你说呀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滚开啊！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不可能和你在一起的。刘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找你找的好苦啊！留远点。刘哥，你可算回来了！你要再不回来的话，你的资源就要被别人给抢光了。你来干什么？我不是说了明天回公司吗？悠姐让我过来接你的，她下午已经给你安排了记者专访。我不走，我还有事情呢。人找着了吗？哎，尤姐，他在我旁边呢。你让他接电话。尤姐，尤志奇，你赶紧给我回来，王记者马上就到了。有没有搞错？我刚刚回来你就给我安排工作？你消失一年了，你都耽误多少工作了？你都快糊了，你知不知道？赶紧给我回来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晚上回到宿舍，你要把所有照片都给我整理出来，然后挑出最好看的合适照发给我，我可要拿去剧组投简历的。丁东东，你在看什么？有我好看。丁东东，那不是尤志奇吗？是吧？嗯。我还以为我看错了。尤志奇回来了。跳舞的艾米姐这太帅了，闪闪发光。对啊，舞台上的艾米真的太有魅力了。你也这么觉得吧？嗯。我看你今天看她的眼神有点不一样哦。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艾米。哎呀，我懂，所以我才走的嘛，留给你们两个单独相处的机会。啊，等一下啊。喂，曲日月。喂，成明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刚回学校啊。我也在学校啊。成明，怎么了？成明，我跟你说件事儿啊，你先不要激动。幼稚奇回来了。幼稚奇回来了？对。那他人在哪儿呢？他被人带走了。被谁带走了？被一个白白胖胖的男人。白白胖胖？嗯。是他的助理。那你要不要去见他？成明，我觉得现在有必要告诉你一件事情。其实当时幼稚奇走的时候，他来找过我，而且他让我好好照顾你。他好像有什么苦衷，他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回来。但是他现在既然已经回来了，我觉得你们还是要说清楚。哎呦，大叔，我求求你，我上有老下没小的，你就让我进去吧。行不行？你别叫我大叔，我比你大不了几岁，你都在我这儿耗了几个小时了，我求求你，
赶紧走吧，好吗？不行，我都答应我们教授了，今天不签完这个东西啊，我是不可能走的。那我就在这赖着，不走了，赖着，不走了。来来，给他拉开。是啊，不走了，小静，回来，来啊。啊！怎么办？方亚莲在学校等我呢。幼稚奇，佑哥，我去，真的是你，太好了！你说你这一年都去哪儿了？商议我，你怎么来了？还不都是为了你，李双白教授让我来这儿找悠悠，在你的休学延期申请书上签个字，结果这俩哥们儿，那尤其是他，拦了我一整天。他是我同学，让他进来吧。哎，好。怎么样，我是不是幼稚七同学？我现在能不能进？哎，就问你们俩气不气？告辞。幼稚奇，你还知道回来呀？你知不知道你消失这一年给公司带来多大的损失？这些全是积压的拍摄和代言。你知不知道现在公司培养一个艺人花多少钱，费多少心思，动多少人脉？陈总都要杀了我。看到没？如此彪悍的人，就是我的经纪人，也是你要找的，悠悠女士。了解，母老虎呗。别给我绕话题，你告诉我，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？怎么面对这些合同？公司损失谁负责？所以我现在不是回来了吗？对对对，之前呢是你没回来，我才来想要找这母老虎，找悠悠姐。所以既然现在你回来了，那你的休学延期申请书给你吧，拿回去吧，我下次自己找李教授。行，白来了呗。既然你回来了，这次就得听我的。我已经约好了娱乐周刊的记者，一会儿呢做个专访，迅速把这一年失去资源给我夺回来。真不应该回公司的。还有一件事，公司培养了几个新人练习生，需要你提携一下，以后一起出个通告。哦，这才是你说的重点吧？哎，这事儿我在行呀。悠悠姐，我给你秀一个。嘿，听到你们谈话，我很惊讶。练习生的事情，考虑我一下。你自己好好准备一下，一会儿记者来。那个悠悠姐，你再考虑一下呗，我会的可多了，我还有别的才艺。佑哥，我觉得这个机会我还是想再争取一下。等咱们俩回到学校之后再叙旧，先走了。哎，悠姐，哎，干什么呢？不好意思，我找幼稚奇。有预约吗？预约？我没有预约，但是我找他有急事儿，我是他同学。今天怎么这么多同学啊？对啊，刚才来了一个，现在又来。刚才来过一个，但是我真的是他同学。那你怎么证明啊？证明给我看看。大叔，我找他有事儿，真的是急事儿，你就让我进去吧，行吗？你出去。大叔，出去。有十项全能的练习生去哪儿找？张一勇。哎，成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也来找幼稚奇的？他真的回来了吗？真的呀，他就在楼上，走，我带你去。哎，没有证明是不能上去的。我说大叔，幼稚奇不是刚带我上去吗？那你就叫他下来再带你一次呀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呢？我这人按规矩办事，不讲道理。针对我是吧？我劝你好自为之。没事儿。该刮胡子了。哎，你干嘛？哎，成明，快去！成明，不许进！哎，站住！快去！你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哎，站！
站住！我知道你来找幼稚杰，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给我拦住他！拦住他！哎，打！让一下！让一下！哎呀，让一下！让一下啊！太过分了，你们！我不讲道理的，你哥哥的，连礼貌都没有，我牵动你就跑掉了。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这个样子，我有话想要问你。要不然你先进去洗一下，我帮你把衣服烘干。王记者来里面请，你先去沙发上坐一会儿，我叫一下尤志奇。来，王记者。尤志奇，这是尤哥的家。哦。尤志奇，你在里面干嘛呢？你要尤志奇，尤志奇，你干嘛呢？还不赶紧出来！王记者都到了。我洗澡了。大下午洗什么澡啊？糊弄谁呀？哎，您想喝点什么？我待会儿给你弄点茶、咖啡，啥都有这儿。悠悠，幼稚期在里面吗？在，在洗澡。这王记者，幼稚期怎么不见人呢？哎，王记者，我们家一人洗澡呢，咱们出去等他吧，好吧？大下午洗什么澡啊？这一路风尘仆仆赶回来，为了见您，洗个澡应该的。我们出去等他，走走走走走。哎，那这女鞋怎么回事？我的。你的？嗯。她看着尺寸也不像是你的鞋。哎，王记者。我就喜欢穿小鞋。悠悠，这不对吧？这有问题。哎呦，这有什么问题的？王记者，我在我大的艺人家放双我的鞋，怎么了？再说了，要不你约那么早，我在家睡美容觉。我是觉得不对，他是一个人在里面洗澡吗？哎，王记者，哎，王记者，我们家艺人洗澡呢，您进去多不合适啊，你说是不是？哎，王记者，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进去看一眼。上你坐吧。王记者，王记者，我看一眼。洗完澡赶紧下来。哎，王记者，赶紧进来。他们都走了。都走了。啊，那你呢？我什么都没看到。姚志奇，都出去！你换好了？我刚才真的什么都没看到。你这一年去哪儿了？你到底去干什么了？是不是和你的病有关系？谁跟你说的？你公司说你去国外游学，可是游学怎么可能一点消息都没有？你是不是去治病了？程琳，对不起，一年前我的主治医生说我的病情加重，只能去日本治疗。程琳，我只想像一个正常人一样活着，我的机会只有这一次。那你离开的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你为什么要骗我呀？因为我不想让你一直等，我害怕。我害怕我再也回不来了。你从来都只想你怕，你从来没有在意过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。我只是想要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们都可以一起面对。
前对你执着的念头穿透眼眸，最后是我义无反顾的理由。It's okay， 曾偷偷抚摸你衣袖，思绪